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是2021年4月1日，今天海外的疯狂网发表一篇文章，大肆吹捧习近平，提到这个雄安新区啊，说习近平挂念的这个未来之城啊，说4年以来啊上新了，上什么新了？我吓一跳，去看一下。所谓上新的，就建了一个大锅盖了啊，给这个大锅盖给大家看看。就建了这么一个东西，4年了，这就是上新啊！这是什么东西呢？这是一个连接北京和雄安新区的京雄城际铁路，2020年12月27号全线贯通啊，线路全长91公里呀，最高时速是350公里。北京西站到雄安新区最快旅行是50分钟啊，大兴机场到雄安新区间19分钟可以到达，的确这个很重要啊，要致富先修路。但是习近平他这个提出的雄安新区，这个目标不局限这么一个建筑，这么一个项目，他提出目标是什么呢？千年大企业啊，国家大事儿，想胜过邓小平，这个做梦都想超越邓小平。邓小平搞深圳特区嘛，他也要搞。要胜过邓小平，江泽民搞那个浦东新区啊，他要搞要胜过江泽民，结果牛皮吹完了4年来啊，你就看看吧，这个报道啊，说是他提出什么呢？世界眼光、国际标准、中国特色、高点定位，他做什么事儿啊？这个特点都是吹啊，想的可狂放了，但实际办起来全都是些。这个烂尾的事，你说中美贸易战，派那刘鹤去跑了多少趟，最后还能打成个军事状态，你就想一想嘛。新冠吧，就个别传染病，17年也有教训，它能搞成祸不全世界。你就想想，然后搞这么一个新区，到现在还不认错，还在这坚持着搞。你想4年呢？大家想一想吧，咱们就拿这个深圳来讲。本人呢，这个没不是深圳居民啊，但是那几年是因为改革开放，我那时候就往深圳跑啊，思想就打开这个眼界了。有一些大连去，在那边做什么生意啊？做好多去做那个就是这个样本画册，做这个生意，有些人呢发家致富了，经常去那个就是这个印刷城啊。怎么在那地方很多搞这个从这个西德引进的海德堡印刷机，那个在东北那时候是风行一时啊，这个特别有意思。那时候在文汇报已经在深圳建了办事处了，我那时候也跃跃欲试啊，想就在东北也建一个，也是主动去找他们啊，这挺有意思。所以那时候对深圳非常了解，你就想吧。这个4年啊，现在不是干了4年？今天咱们拿数据来说话，深圳4年是什么样子啊？这个空口无凭啊！我今天是查阅一下，维基百科上面的介绍啊。这个深圳，你想80年啊就开始干，对不对啊？就改革开放嘛，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的条例，在广东省深圳、珠海、汕头3个三市分别划出一些区域设立特区了。那么呢，你想他干了4年以后啊，那时候最有意思还是他爸爸的还主掌权力啊。他这个人就是说和他爸比较起来，就是完全是倒着来啊。你看那时候这个邓小平啊，就是告诉他爸爸说是，说为什么要搞特区呢？就是因为这个70年代啊，就过去的20年啊，在这之前的20年。50年到70年末啊，由于大陆搞这个专制集权统治嘛，经济凋敝啊，民不聊生啊，生活很困难，所以就要很多的这个深圳周边的原先广东的人呢，逃港潮往香港跑呢，到边境都开枪，死了很多人啊。这里讲的这个情况，说是多少人跑到那边去了，多达56万人呢、啊。他有个括号，他说。也有说是100多万，也不管他，反正都往那跑，怎么抓呀？就像现在北韩往中国丹东跑一样啊。
这个为什么要跑呢？就认为是两地这个差别太大了，所以呢，后来他们考虑什么呢？能不能就是建一个特区啊？就比香港还好，那人就不跑了。你看这个想法多好啊！所以说，这个后来他就开始这个港英政府啊，就和这个中国这边啊，深圳这边，当时就有一个政策，建立了什么呢？缉捕缉解政策。就以前不是经常抓吗？你现在你也基本上是也不允许你跑了，但是这个放松多了，就这个意思啊。说是逃港人数开始骤减了，到了97年就绝迹了。97年回归了是吧？香港回归，那时候给人们带来希望。这个78年的时候就开始规划，要搞一个这个港澳经济这个报告啊。那么那时候就是正好这个习仲勋在广东啊，这个坐大牢出来以后，也想做点事儿，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，不整人呢，想抓经济。说把这边建设好了，人不就不跑了吗？这想法不错。但邓小平告诉他说：“中央没有钱呢，不给你钱，给你政策，你自己去搞，杀出一条血路来。”你看，这是很了不起的举动啊！80年就开始搞了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就出来了。刚才讲到了啊，这个我简单概括一下。你看他是怎么干的？80年啊，81年，你看啊。81年的3月，深圳就升格为副省级了。高楼大厦取代了农田呢，多个周边的开发区引进外资、港资，尤其是港资啊，商业逐渐形成了规模。已经开发什么呢？旅游景点西里湖和香蜜湖。那时候这个地方我都去过几次，我都有印象啊。而且你想那是多超前，人家已经提出什么叫在深圳发行深圳特区货币了，但是没有通过，最后没有实行啊。那么82年是做了什么呢？82年已经有人民解放军呢基建工程兵20000人进入深圳建设，83年6月底全部调遣完毕啊。基建工程兵加上这个战士家属4到5万人呢。那么第三年呢，83年的时候就已经圈上铁丝网了。我记得那时候去的时候，在大连还要找那个副市长洪元栋签字，在那个介绍信上签字，然后到公安局办什么边防证，盖上章。我们就为那个苦恼，每次去啊，都得托人呢、啊，这个办那个证跑到那边去待一个月、两个月啊，半个月、20天的。你想他为什么给他捐上去？初具规模了，你看。等到了84年的时候，就邓小平来验收了。邓小平提出了，对不对啊？就是有个话讲，邓小平画个圈儿嘛，是吧？就在这个地方搞，怎么就搞下来了？了不起！你看人家速度多快。84年1月，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视察深圳，就已经成功了。叫什么？深圳速度。他的口号是：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。你再看看习仲勋他这个儿子。干到今天4年，干了什么东西？他还好意思在这宣传。他4年啊，在16万建设大军，按照习近平的指示干了4年，在1770平方公里土地上辛勤耕耘的未来之城建立起来了。都建立些什么东西呢？我给大家看看啊，他建就这个东西。就建了这么一个锅盖子啊。你看，这是他自己的图，这是凤凰网今天报道的图，还是这样。你看，还是这样啊，还在这吹啊。位移的哈，像点就是像有一点这个城市这个样子啊，是这个。你看，仅仅是一块地方，你看人家这个四年已经都初具规模，他不规模，邓小平来能验收吗？他不可能来的，是不是啊？这当然，其他的。我就不去一一列举了，这个是洋洋万字的介绍这个情况。我相信现在流亡到海外的这个何庆莲、曹长青，人家都是深圳人，能讲清楚呵呵。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但是习近平啊，这个不耽误他吹牛、吹牛皮，还在这吹啊。千年大计、百年大计，他为什么建不成？现在基本就烂尾了，建到这个地步，4年，你想干到这个程度了。你就知道已经这个是窝囊到什么程度，但是哈不认账，是坚决不认账。
那么呢，不认账靠什么来催？就是靠这个媒体啊，往脸上贴金呢。他为什么没干起来呢？干不成。第一，这个他这个指导思想就是什么？就是想的是树立个人的权威，哎，做什么事儿都是我，这个独断专行，好处都是我脸上贴，完了不好都推别人身上。你去看这个新冠就知道。李克强人家是小组长，他最后也不提了，再也不提李克强了。啊，亲自指挥、亲自领导吧，孙中山也不提了，啊，都是他指挥的，谁都看是谁指挥，谁都看，每个人都看清清楚楚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看那个中美贸易战，明明那个汪洋比刘鹤强多了。他过去你讲中美战略对话，你看人讲多好，中美是夫妻关系，争争吵吵还过日子。你要坚持这个理念，能干到今天这个地步，对不对？那贸易逆差给他弥补一下就行了，是不是啊？多买的产品就完事儿了，还反制，就反到今天。你就看他做这事儿吧，他爸爸是什么？你逃到香港，他爸爸改变了，不抓，好把建设好，让吸着你回来。习近平统治下是什么？到香港去抓人。你看现在香港那个啊，坐船到台湾那几个小孩儿，10多个吧，不都判刑了？你看，昨天又是黎智英啊，你看，80岁、70岁的一些，香港的民主派都判刑了。你说他和他爸全是倒着来，他爸的好事啊，他一件也不学；他爸最烦的东西，他全学了。而且不仅是这个，深圳毁掉了，香港也毁掉了。你说你这个都很难理解，一个人他在这样家庭出生的，他怎么能做这种事儿呢？我在这看这个冯康网，我就觉得。就感到就是这个想不通啊！你想这个，凶案干了4年呢，你看这个，我刚读这些数字，这数字太多了，我就不去讲了，大家翻，就是说你就可以看出差距有多么大呀！干了4年就基本就失败了，还在这硬挺着，这是一个他的理念不行，还有个什么呢？你国际这个环境嘛，你这个建深圳特区那个时候，你想在国际上的什么形象？是不是啊？一国两制，港人治港，港商是什么心情？你看现在是什么心情？以美国为首的国家，N 个自由联盟围追堵截，全部把它列为什么？现在都列为是在他领导下的反人类罪、种族灭绝罪。你想想，现在正在对病毒溯源和索赔，正在研究这个问题。你就像在这个情况下，你说你搞这个雄安新区，谁能捧场？那不成笑话一样，就整个大锅盖子，整了一个，公共汽车站呗，是吧？你就是不搞雄安新区，你建汽车站也是这个水平，说这个能力吧，根本都是和他那个想法根本都是不对接、不配套，就靠什么媒体骗就宣传，也好意思，看也不觉得挺惭愧的。这才几天的事儿，那个深圳是怎么发展的？我到深圳去，一天一层楼啊。深圳速度，你看那时候那个人才奔往深圳，干的热火朝天，这为一种热情。改革开放啊，这个依托香港发展的经济，结果现在你看香港变成了臭港了，变成了一个徇私枉法的随便抓人的一个地方了，使这个香港人呢伤透了心。你像这边还在活火雄安新区，连地下水都解决不了的一个地方，水资源都缺乏。还在这催呀、啊？什么这个2019年白洋淀水质由 V 类好转变成 IV 类，达到10年最好水平就催吧。哎，牛皮都已经催破了，完了就抱这个锅盖子就在那，哎，自我在那自娱自乐呀，就非常令人可笑啊。这个这是丢人的，丢尽了脸呢、啊。那么今天的海外奇谈节目到此结束，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，谢谢，再见。